上次说到，每当我们看投影的时候，妈妈就消失了。今天就来揭晓答案哦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这就是我的妈妈，做什么都要好看又好用。那今天就顺便来和你们说说，有一个少女心满满的妈妈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体验。这里是我妈的粉色专区，当然我妈不管给我买什么，在东西好用的前提下，基本上也都是粉嫩粉嫩的，就连果蒂、布丁，甚至是爸爸也逃不开粉嫩的命运。姐姐快来看我给布丁买了什么好东西。第六感告诉我，肯定又是一个超级少女心的东西。最近他还在琢磨怎么改造我们的洗漱间，你们期待吗？